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，今天小五带来《陈情令望县贾太监县帝王姬》第44集，一定要抱紧皇上的大腿。开始的时候以为是魏无羡自己跑的，蓝忘机让护卫搜索的主要方向是城内各家客栈，现在断定魏无羡不是自己走的了，那方向就不一样了。蓝忘机在养心殿来回踱着步子，想象着各种可能，但无论哪一种都让他心往下沉。魏无羡不会还在宫内吧？他最近好像也没犯什么事儿，谁会对他下手呢？皇上身边的内侍，一般的人也不敢吧？他昨天还拜见太后，没见什么异样啊。那可能就是在宫外了。他这才想起来去问守门的侍卫，于是赶紧差人去问。从守卫那里得到消息，魏无羡果然只有出去的登记。时间大概就是他离开后不久，因为魏无羡出宫次数较多，而且嘴甜又会说，守卫对他的印象很深刻。他出去的时候什么也没带，就穿着平时的衣服。蓝忘机深深吸了口气，那可能是真的出事了，于是紧急的又调了两批精锐的御林军过来，还是秘密搜索。这回是城内个废弃的旧屋，偏僻的小路，当然还有各个路口的可疑人或者车辆都不能放过。两批御林军离开之后，蓝忘机就坐在那里一杯一杯的喝茶。陈公公上前关切地说道，皇上身体要紧，派出去那么多精锐的御林军，位置一定能够找回来的，天不早了，您还是先去休息吧。蓝忘机没有说话，还是一杯接着一杯的喝，想起下午魏无羡向他伸出的甜软小舌头，好像刚刚发生的一样，他闭上眼睛，心里道，魏志，你必须安全回来，否则朕不饶你。陈公公看劝不动，便拿了件外衣给他披在了身上。他也想不通，魏无羡到底有什么特别的能耐，能让皇上为他操心到这种在步。魏无羡被一张又脏又臭的破布塞着嘴，人都已经快晕了，被熏晕的胃里翻腾着，想吐又吐不出。他发誓如果能出去一定不饶这几个家伙，可是转念一想，还能出去吗？他一个没权没势的小太监，有什么能耐不饶他们呢？想来想去，想到了蓝忘机。蓝忘机两次亲他好像都没有反感，特别是下午的时候，他都为自己的冒犯快吓死了。蓝忘机好像心情看起了反而变好了，难道皇上他喜欢自己？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魏无羡自己都吓到了，不会是真的吧？人还是不能想太多，不然容易难过，而且他对皇上是啥感觉呢？更多的还是怕吧，毕竟他掌握着生杀大权，谁不怕呢？还有别的吗？喜欢，那么好看的脸没人不喜欢吧？可是喜欢有很多种吧，难道他真的有斗胆想过别的方面的？老大，不好了，外面突然出现许多侍卫，看样子非一般的巡查。两个家伙慌慌张张地从外面回来，低声在陈木耳边说道。什么？陈木同人一震，看了一眼魏无羡，扭头对两名小弟道，知不知道是做什么的？小弟摇摇头，不知道，看样子像找人。魏无羡尖着耳朵听他们的对话，找人？难道是找他的？不会是皇上派人来找他的吧？突然感觉有点感动起来，不过又想想，他今天不当值，皇上应该也不会特意去关心他在不在住处吧。这样一想，又觉得自己想多了，把他拖到后面用草盖上，我出去看看。陈木的话打断了魏无羡的思绪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几个人抬到了破屋的后面。他这才发现，这里还有一进院子，黑洞洞的，也看不清院内的情况。很快他被抬进一个小屋子，身上被盖上了一层草，扎得脸生疼，嘴里那出味的破布还在，好闷，可是他把他的手脚绑了，动弹不得。魏无羡努力地扭动了下头，让自己脸上的草稍微摊开一点，要窒息了。他今天不会被闷死在这里吧？如果能够活着出去，他一定要抱紧了皇上的大腿。不管是什么喜欢，只要皇上不赶他走，他一定要想办法得到更多的信任，他不要再被人随意欺负了，也不要只想着发财赚钱了，他要靠着大树挡风。三批御林军把出城的各个大小路口
都堵了个严实，魏无羡在草堆里埋了一晚上。陈木派了几次小弟去打探消息，当得知来往车辆和行人都一个个排查时，他们也怕了。去派出去的小弟打探回来的消息，禁军排查的不是包裹，而是人。他们并不看人包裹里装的什么，但要看人的脸，火把照得通明，每个人的脸都能看清。陈木不敢轻举妄动，这架势明显就是找人的，他想了一晚上，最终决定放弃，带魏无羡一起，直接带着金牌走，以免夜长梦多，晚上走太过显眼。于是天一亮几人就出发了，怕魏无羡回去叫人，他们便把魏无羡留在了废草堆里，手脚被捆，一夜下来浑身疼痛，魏无羡感觉好渴，外面也听不到动静，也不知道陈木几人是走了还是什么情况，他努力地扭动着身体想要站起来，好难，口越来越渴，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，魏无羡感觉到嗓子都快冒火了，再这样下去他感觉要脱水了，他还年轻，不能这么窝囊的就走了，他得想办法自救，哪怕被他们打也比闷在这里强。他像蚯蚓一样一点点地扭动了这身体，最终从草堆里扭了出来，出来时已经没有一点力气，侧躺着吸入新鲜空气，嘴里的臭不还在，只能用鼻子吸气，不过比在草堆里好多了。蓝忘机一晚上没睡，也没等到好消息，心急如焚，第二天很快就下了朝。早上官员们来上朝时都在谈论在路口遇到御林军的事情，蓝忘机谎称丢了一件东西搪塞过去。下完朝，魏无羡还是没有消息，蓝忘机的心有些慌了，一个小太监身上又没带钱，谁会找他呢？他思来想去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，劫色，因为这小太监实在是太好看了。一想到这里，他心里更不安了，又派了更多人手去搜。魏无羡躺在二进的屋子里，嘴被堵，手脚被绑，扭到门口却开不了门，最后精疲力尽，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陈木把他绑的地方也真是隐蔽，禁军到第二天下午才找到那里。当搜到里面的屋子时，魏无羡已经有些迷糊，不过还未完全失去意思。当他听到那禁军说找到了时，心里是知足的，原来皇上真的派人来找他了。